来关心呢，高雄有一名妇人在昨天傍晚疑似遭暴涨的溪水给冲走，警消在今天上午寻获了她的遗体，大批消防人员将妇人拉上岸，不过人已经明显死亡，地点是在高雄的田寮区。67岁的陈姓妇人，她的雨鞋跟部分农作物前一天被人发现遗留在溪流的岸边，警消漏夜搜救，出动了搜救犬和空拍机，在今天上午寻获了她的遗体，后续也交由远警协助联络家属处理后事。